Hello，大家好，我系阿橙。上一集我哋睇完英国嘅樱花咧，呢一集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睇油菜花啦。我哋由 Preston 出发，揸大概30至40分钟车，就会嚟到 Warrington Lim 呢个小镇啦。呢度嘅 postcode 系 WA13。我哋将架车停低咗喺呢一个停车场，然后咧就慢慢散步去油菜花田啦。大家咪見到地圖上面咧有個樹窿咧，呢個樹窿咧就係油菜花田嘅入口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宮崎駿嘅《龍貓》咧？動畫入面兩姊妹係咪穿過一個神秘嘅樹窿，然後就見到龍貓嘅？而家我哋行緊呢段路，有時都會覺得自己真係去緊揾龍貓一樣啊！其實我哋都係第一次嚟，真係唔知道個咁神秘嘅入口。好彩沿途咧遇到啲啱啱打完卡嘅同鄉，多謝佢哋話俾我哋聽入口嘅位置。穿過咗樹蔭小徑，終於嚟到呢一大片油菜花田。我哋見到一大片嘅黃金金，真係好感動，因為有啲顏色喺我哋嘅故鄉已經成為咗禁忌啦。我相信喺好多同乡嘅心目中，黄色系代表咗对自由嘅追求。我哋依家可以置身喺呢一片一望无际黄冚冚嘅田野，除咗背负住好多人嘅牺牲之外，亦都代表咗自己已经放弃咗好多嘢，去换取一啲自己觉得更加重要嘅价值。C'est la vie，点会有完美噶？人生所有嘢都系 give and take， 就正如。在我们的故乡有12位年轻人和他们的团队放弃了14亿的市场去保留住已经少得可怜的创作空间。同时间亦都有一位发型浮夸的歌手放弃了渔村的小市场去追求更美味的钱币。我自问没有资格去分错与对，更加没有资格去批评任何人。做人的事最后都是但求问心无愧啫。问心无愧之余，希望大家都可以 like 我呢条片啦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 ，share 俾朋友睇，留下 comments， 同埋可以 follow 埋我 IG team 嘅。多谢大家，拜拜。